One, two, three, 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必须知道的 MacBook 里面的快捷键入门。请让我打一个小广告，三号 TV 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 跟 MacOS 的实用小技巧。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呢，就赶快订阅三号 TV，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影片发布的通知。这一集呢，会跟你分享的就是快捷键的符号。这几个符号呢，其实就是我们 MacBook 的键盘键。这几个 key 呢，当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可以变成快捷键。这是很重要，而且是必须要知道的。因为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的这些 shortcut key 的资料和教学，通常都是以这些符号来呈现出来的。而我们的键盘呢，其实是没有这些符号。其实我们只要记得这六个 key 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呢是 command， symbol 是这个。第二个是 shift， 它的 symbol 是这个。第三个是 option， 它的符号是这个。第四个是 control， 它的符号是这个。第五个是 cap lock， cap lock 呢是比较少使用的，不过在这边我就顺便介绍了，它的符号就是这个。最后一个呢就是 fn， 它的字呢是这个。下一集呢，我会开始分享关于实用和必须知道的快捷键。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关于 MacBook 跟 MacOS 的实用小技巧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，就给个 like 吧，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。如果你觉得什么快捷键是非常实用的话呢，就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吧。我是三号，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